准妈妈们正在休息，但是突然，我的肚子，收拾东西，救护车来了。清空这个容器，线扭成腿，更多闪光，雪花固定器，安装底座，装饰水晶，在舒适的床上睡觉吧。我的孩子呢？我要看宝宝。我们的宝宝在哪里？别担心，宝宝在这儿。小雪球，小火花，冰和火在一个房间里。拿乐高，保护圈，一根吸管，进入油漆中，取下手柄，固定控制杆，选择标签，灭火器将帮助处理火灾。来给孩子们做检查。OK。检查身高和体重。Uh-huh. Oh my gosh! Uh-huh. 打开暖气看看有没有用。Please. 稍等一会儿。Woohoo! 哦，成功了，生命体征正常。Uh-huh. 现在到你了。等一下。暖气让小家伙变得更热了，怎么回事？灭火器，你们真难搞。塑料底座，瞧，一个环，底部用厚纸板，上色，闪光，需要顶棚。雪花印花面料，这是床垫，添加手柄，做雪橇底座，涂银色，固定在床上，方便出行的雪橇婴儿车。来收拾一下吧，啦啦啦。Hello. 我们想买一个婴儿车。都在这里，好可爱呀！ Yeah. 我们需要带雪橇的。OK。Wow。知道了，冰。Oh yes。这是完美的选择。Yes。杰克买这个吗 ？OK。完美，谢谢。我们来看艾莎。稍等。杰克，奥拉夫。我们给他买了一个婴儿车。走吧，呵呵。是惊喜球，清空，修剪多余部分，换个颜色，上面涂红色、银色木棍，给细节上色，吊篮，还有轮子。网孔，瞧，剪成圆形，非常适合活宝宝。小家伙想要什么？胡椒，你的最爱。呵呵。什么？它还太小了。没关系，它比较特别，该回家了。散步愉快，妈妈们。新盒子，放置背景，冰串，建造墙，用热胶做冰柱，装饰雪花，溜冰场围栏是最佳的游乐场。妈妈们带孩子们走进来。你好，和以前一样吗？啊 yeah.
Yeah, okay. 热咖啡和冰茶。Thanks. 这里有能让孩子们玩的地方吗？游乐区，妈妈们可以放松了。孩子们很开心。哦，他们跑到了客人们的桌上。看好你们的孩子。对不起，我的球棒去哪了？是你们，还有我的球棒。有办法了，溜冰场围栏，咦，雪花，我有办法，自由啦！孩子们呢？朋友们，你知道孩子们去哪了吗？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Hello。借用一下、okay. 祝你好运。修剪容器，粘吸管，带盖子的轮子，相同颜色的手柄，一车满满的冰。孩子们长大了，全速前进，慢点雪球，这是火花。我记得你，想骑车吗？滑滑梯呢？去收集冰晶吧。坐在车里，我推你。喂，到你了。火花，火花，火花！嘿，哦，着火了。谢谢。用颜料画脸，火焰妆容，给腿上色，帽子相同的颜色，两团羊毛绞线用来做头发，该穿衣服了，时尚的外套，添加配饰，这是少女雪花。哦吼，我迟到了。哦不，锁被冻住了。我在教室等你。你还好吗？储物柜打不开了。我来，解决了。Thank you. 没关系，呵呵，你真好。谢谢。我去上课了。我也是。他真有魅力呀。灭鼠先锋，拿亮片，填充热胶，已经凝固了，连接两半，带有亮片的玻璃球。啊，火花，它真漂亮。Hello. 今天怎么样？一切都很棒。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她帮了我。哦，那太好了，能给我看看吗？ Yes. Oh my god. 不会吧？ No. 怎么了，妈妈？我们很担心，这很危险。为什么？这不公平。火花，你在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家的？我的直觉告诉我。想散散步吗？ Yes. 火花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，但是我们的妈妈不允许。我们向他们证明吧。看，这是给你作为友谊的纪念。谢谢，好漂亮啊。妈妈们在这里找到了孩子们。做一套电影装备，折叠水桶，冰块，拿一个顶针，做旧，填充眉珠，两张电影票，享受电影吧。电影开始了，我们坐吧。OK。哦，我拿错了。你的爆米花在左边，他们会发现我们吗？不会的，孩子们伸手去拿零食，手碰到了。等等，怎么样了？没什么。真爱可以阻挡一切。
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吵？想去婴儿床吗？嗯，好可爱的宝贝，我会画一幅肖像。好吧，我不是艺术家。拉里路，帮我做一个拍立得，简单。我们用一把小刀来工作吧。打磨它，拿出塑料零件，放上镜头，我们上色吧，写上标志。我迫不及待地想拍一些照片，拉里路，摆个姿势吧，笑得更灿烂。拍好了，哟呼，谢谢。摆个姿势，小家伙，耶，超棒的照片！我们换个地方吧，和狗一起拍怎么样？现在和玩具一起拍，我想要一张合影。他的身体开始拍摄，他的头摆出了姿势，酷，这是可以当纪念的家庭照片。我们把照片捏一下，一个娃娃，拿出一些羊毛，造出刘海。编成辫子，画上紧身衣，用条纹丝带系上，用雪花装饰它。这是一条很棒的裙子。去滑滑梯，哎呀，空间不够。好的，我下一个玩儿。阿拉夫，轮到你了。哇哦！啊，我搞砸了。我是杰克，这可爱的人是谁？我看起来怎么样？看起来初恋正在萌芽啊！我们一起玩吧。我拍张照片。拿出一块粘土，做一个小球。做出更多颜料，开始工作吧。我爱你，涂上透明的指甲油。这是一束气球，女孩们排队领取棉花糖。Hello， 甜点框，谁第一个来？我不，我，你为什么想要棉花糖？我也喜欢甜食。你的头发柔软蓬松。一位小绅士试图赢得艾莎的心。我真的很喜欢杰克。哦，提示，气球加上杰克等于爱。给你，这给你的。哇，多么可爱啊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耶，我太高兴了。我要飞走了。艾莎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会回来的。我在哪里？在拉里路的工作室里，我们勾勒出公主的轮廓，缝上轮廓，试穿，加上图案，穿上丝袜，穿上运动鞋。我可以做这个发型吗？ Okay.超级美，这是我梦想的一切。我的冰雪女王啊，艾莎来了，嘘，她在看着你，杰克。哦，我去拿我的课本，我们去上课吧。OK， 我会给她一张纸条。Nice， 她会同意约会吗？哦，我忘了我的笔。什么？这杰克放的。我的第一次约会，恭喜 ！Thank you。拿出剧本席泡沫塑料，我们用刀切一下吧。上色，固定上扬声器，加上按钮。为什么我们的主角需要对讲机？杰克正在准备约会，我校花。Oh.好美，像艾莎一样。
我。OK。对讲机准备好了。哦，他好帅，我走了。Hi。艾莎，这给你的。说，谢谢你的玫瑰，谢谢。艾莎，你收到了吗？没有气球。什么？我听不见你说话。艾莎，背景噪音是什么？哈布，这对情侣已经出发了。Oh my god！ 准备布料，描下模板。剪下细节，选择黄色的，用珠针固定，缝上边缘，填上泡沫塑料球，还有填充物，缝上。豆袋椅多么舒服呀！杰克、艾莎来约会。哎呀，我们着陆了，我们去坐下吧。Thank you。你好强壮，好柔软。看，哇，我们看电影吧。他们在亲吻。停，别看，这是错误的视频。哎呀，都是我的错。他们手牵着手，多么可爱！耶，纸杯蛋糕，我们选一个最有食欲的吧，剪下来。拿出一支马克笔，这是艾莎的证书。我希望他喜欢我的礼物，纸杯蛋糕形状的工作间证书。嘘，这会是一个惊喜。我需要敷个面膜。哦，这什么？纸杯蛋糕。哦，纸。这是证书吗？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。艾莎，你发现我的惊喜了吗？纸杯蛋糕不太好吃。我还有一个，但是别吃这个。拿出牛奶，倒入锅中，加入糖，加热。这是混合物，把它放入搅拌机中。耶，里面准备好了，填入一个拉链袋中，剪掉尖端，准备一份甜点吧。嗯，看起来很可爱。你好，我们是来参加活动的，这是证书。OK， 现在开始做吧。用彩色鳞面装饰蛋糕。啊哈！可以给我围裙吗？当然。Thank you。我要画一片雪花。怎么样 ？Oh my！ 耶，我觉得很好。哇哦，这就是我所说的食欲。哎呀，我吃的太多了，我需要去看医生。救护车！擦掉脸部，我们来画上眼睛吧。拿出一些轻粘土，做出头发，画上蓝色的尿布，画上图案。这是爸爸妈妈的迷你版本。杰克和艾莎有小孩子了，小奇迹。Yeah。哦，朋友们，嗨，奥拉夫，帮帮忙，你能照顾孩子吗？当然可以。Thanks。Bye。我们和奥拉夫叔叔一起玩吧。哦，你们太活跃了，让雪人都流汗了。啊，我睡着了吗？我的鼻子呢？打开盒子看看。坏零件，清洗一下脸。香蕉、苹果、柠檬、蘸刷子，完美的颜色。剪毛毡、小帽子，好多羊毛。添加火焰，火发型，画一张脸。
火焰宝贝真可爱，但是它很危险哦。爸爸妈妈在和小家伙玩，我们的安安真可爱。是不是很无聊？嗯哼，去玩吧。小家伙去找朋友。哦，两个好朋友，不要烫伤他哦。吃吧，小家伙，很好吃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安安。我叫韦德。我们走吧，回家了。OK。哦，下次见了。拉力路的海绵，修剪，去掉多余部分，涂成蓝色，剪几个圆。那是眼睛，涂凝胶指甲油。完成。到处都是飞溅，装满水的海绵，这是哪来的？孩子们在水上乐园玩，到处都是水。好的，该收拾一下了。嗯，啊哈，一二，没有水了。Well done。嗯，海绵掉出来了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让我看看。啊！救命！吼吼，快跑！躲在安全的地方。啊！拿破娃娃，重新上色。火的颜色，新面孔，火焰升起，用发胶固定发型，在布料上标记。火花来帮忙了，新衣服，安安已经是一位少女了。安安放学回家。嗯，放松一下。娃娃，我回来了。亲爱的，先写作业，待会儿再玩吧。哦，真无聊。这些作业也太难了，我不想写。哦，着火了。啊，终于熄灭了。我的作业烧坏了。一起准备吧，我帮你。Oh my god！ 我的头好疼啊。妈妈，喝点咖啡就好了。给纸板上色，剪下细节。招牌掉了，壁炉，排列字母，粘在背景上，添加珠子。颜色，菜单上有很多项选择，各种口味的饮料。镇上开了一家壁炉咖啡馆，哦，真有意思，好多选择。我想吃点零食，我推荐爆米花。好的，谢谢。奥拉夫坐下吃点心，好热啊，天气变冷了。加点柴火吧。So good！ 哦不，我需要风。Oh. 哦不，雪人融化了。哦，客人出事了，艾莎。它融化了，交给我吧。Whoa！ 我们回家吧。Bye！ 我有个约会，需要装饰桌子。OK。亲爱的。你真浪漫。龙点燃蜡烛，开始享受晚餐。它真美。我们要打包回家。再见。谁躲在鱼缸里？把你变成元素吧。青粘土。我们的英雄变身了。抚平关节。画波浪，给眼睛上色，描模板，一件新衬衫，
韦德是一个帅气的男孩。请进，安安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哇哦，好特别呀。嗯，你想喝水吗？谢谢，但是我不需要。他喜欢什么呢？我们看喷泉吧。OK。安安一靠近，水就蒸发了。哦不，都怪我。哦，没有关系。爱可以改变一切。拿枪，修剪一下。乐高积木，固定在顶部，上色。韦德会喜欢水枪的。安安想来买礼物，希望爸爸没有发现。哦，水上乐园，小心点。不要洒水。Oh my god. 我想买一份礼物。我们有很多，你看看。这是什么？水枪。想试试吗？哦、oh. 我要了，把它包起来吧。OK. 完成。Thank you. 他会喜欢的。选一辆车。分离底部。肥皂盘。连接，添加颜色，完成。拉尔夫帮帮忙。OK。拼盒子，收集生活需要的东西。用摩托车运送货物。安安是一名快递员。检查一下，没有遗漏的了。去送货吧。你们怎么了？想玩吗？好孩子。等等，我的车。设置打印机，打印模板，修剪，折叠盒子。冰冻好了，装满一滴油。这是新品，冻爆米花。韦德正在等安安，他去哪了？电影就要开始了。嘿、hey, 我来了。哦，亲爱的，太好了。吃什么呢？棉花糖吗？ No. 爆米花，好吃的爆米花。哦，好的。我要这个，加一点木炭。Oh my god！ 我要冰的，加点水。什么？还能这样？哦，好热啊！韦德散发出冷气。小姐，盖上毯子吧。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，这是爱情的力量。好好浇水，小家伙发芽了，好神奇！拿棕色粘土做发型，小鼻子，可爱的眼睛，画头发，做草，上面发芽了。放入织物，一点颜料，神奇的洗衣机，剪衣服。这是宝贝芬恩，快来认识一下吧。Hello。小家伙在打理花园，他知道植物的喜好。一朵花枯萎了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是草稿图。做一个漏斗吧，这样会有用的。收集工具还是不行。
Hello. 你怎么了？花枯萎了。嗯？有办法了，韦德，帮帮我。好的。耶，花开了，成功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